无有绩下变百家，心有全变论百态。稳健的核心价值观配合完善的制度，一直是国家永续发展的资本。虽然得天独厚，资源丰富，但马来西亚半世纪的发展路上，外忧内患一直不断。近年来，内部矛盾更是一一浮上台面，并持续激化。种族极端主义乱窜，三权分立失衡，政策方向迷茫，恶法横行等挑战，让马来西亚陷入永无止境的纷扰当中。价值紊乱还是制度崩坏，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困境。第十五届全国大专辩论会总决赛，4月17日下午1点，八达岭在野市政厅震撼引爆。